个茶青是有左眼的那个茶青，所以它有淡淡的一种特殊的那个蜜香味。专业的制茶师傅详细教导大家要如何来暖茶，才能做出品质一流的林内高山茶。因为地理条件优越，林内高山茶是相当稀奇。不过近年来外来茶乡冒充进行严重，冲击到茶农的生意，因此林内乡农会特别举办台湾高山茶王的竞赛，希望会当振兴林内茶业。高山的贵乡是仁爱乡，但是常常有鱼目粉珠，常常有外来茶叶，所以说造成窃取了我们的茶农的利益，因此我们这次办茶叶高山茶王的比赛，乃是要证明我们仁爱乡的茶，也让我们仁爱乡茶农得到应有的利益。长官来体验做茶的辛苦，而且我们这个高山茶的芳香。一边暖茶，一边阁会当闻到茶香的香味。在六月初活动迄一天，民众都会当亲身来体验。上重要是透过公开、公平评审，要让消费者买到有保障、有认证的林内高山茶。我们特别有生产履历，我们茶工厂的卫生管理乃至技术以外，我们过去从比赛的话，常常有鱼目粉珠，或是说，在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比赛能够经由农会的认证，经由茶开厂认证，将来建立这个品质、这个价值在这个地方。茶农嘛，伫记者会现场亲身来泡茶，邀请大家来品尝高山茶好滋味。真侪茶农嘛，拢已经开始报名参加比赛，要甲同业比一个关家。同时嘛，是表达对林内乡农会支持，透过比赛提升林内高山茶价值。有比赛，我们到外面才知道说我们自己的茶做到什么程度，会不会受到别人的肯定？自己肯定之外呢，还要受到评审委员大家的肯定。如果说办比赛茶的话，当然会提升那个价钱，再来提升我们农产品这样子。台湾高山茶王的比赛，加入仁爱乡原住民的文化特色，要让活动更加热闹有看头。欢迎兴趣的茶农向农会来报名，争取台湾高山茶王的补助。记者杨吉采访报道。